其實我覺得何炳導演他本身也是在不斷的學習的一個人，這樣子是最令我敬佩的。袁導演他的拍的動作就好要求好高咯，威壓之外啊，仲加埋啲好多細膩嘅嘢嘅拳腳喺入邊。 应该有啲几有火花嘅，应该同周导演。就我自己嘅感觉啊，同样嘅几招打、几招动作，袁导演在镜头的运用方面仔细接起来，可能会非常好看。就系袁和平嘅功夫嘅特点就喺呢度咯。 係唔同其他啲指導啲動作唔同嘅咯。以前合作嘅咧，我哋佢做指導，我哋做stuntman， 咁呢個戲啊做演員同佢第一次合作咁咯。我想他應該是其中一個最好的動作導演，感覺他很有創意。那現在第一次跟他合作，發現是很難的，因為他年紀比我還大，我已經是。 年纪大，他更大，但是他比我更聪明，我已经够聪明了，他比我更聪明。周星驰拍功夫都唔预想，唔系想唔到，预想咧唔到一佢拍出成几廿年前余残片嗰种功夫啊，真系好意想不到啊！<笑>功夫电影对我来说是影响很大，因为我从小都是看功夫电影，还有很多从小一直看。 很多不同类型的，到现在我第一次拍一个功夫电影，其实我还有很多的材料，但是一个电影的时间有限，我不能全把它放进去，所以只是一部分而已，都是我的一些喜爱的东西，然后把它放在电影里面，只是这样子而已。系好难想象，即系有时佢讲嗰啲，我好迷茫啊！吓乜嘢嚟噶？六丝琴波。 嘢嚟噶？喂，即系当时我跟我爸爸喺渔残片度边度拍，我知道嗰啲放法，嗡嗡嗡嗰啲嘢噶嘛。这个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武功。 就是用音乐，用一些声音来变成武器这样子去打斗这样子，也是我自己蛮喜欢的，所以我又把它放在电影里面。即系大家冇接触咯，大家即系唔系拳脚接触咯，系即系要想一样嘢，即系凌空飞过去啊，即系用气啊，用咩嘢，你都有一样嘢接触咯。 即係琴魔彈啲咩出嚟啊？都有用接觸嗰啫，難咗呢啲構想咯。都入嘅。我攞出嚟。啊，等下攞槍就上上上上兩槍。一攞佢咗兩槍。 天马恐怖，你谂唔到嘅，佢知啊！突然间话如来神掌咁，即系头痕啊！如来神掌点啊？即系我哋拍啲功夫片，好实净，一拳一脚啊，一招一式啊，都即系有筋有据，好睇啊嘛！ 即係原來想好誇噶嘛，一掌打啊山崩地裂嗰啲啊嘛，即係有時啲嘢復古變咗，復古但係喺現代嚟講拍翻以前啲嘢，你要有現代嗰種觀眾信服嘅質感喺度先得啦嘛。
我没有故意的要去做一个 Matrix 的，还是故意要去做一个李小龙呢，还是故意去其他人的怎么样？但是因为他本身已经在我的血里面是有一些东西在，所以你做出来的时候，你用的方法可能就是根本上就是有一些是给他们的启发的影响。呢啲就比较即系好似功夫更上一层次嗰种功夫啊。欲望之中有咩睇咯？即係變咗要融合電腦特技落去咯，有時啲嘢啊，咁可能會即係嗰種睇法唔同咯，即係跟翻周星馳啲嘢度去咯。當然，洪導演是在動作方面也是有他非常獨特的地方，非常吸引人的地方。我覺得他們兩個不同之處是在一文一武，如果是他們的這種配合在一起的話，創出來的火花。我想應該是非常好、非常不錯的。其實我哋嘅打鬥設計咧，我哋得到阿袁和平導演阿伯爺咧，佢嘅裏邊好多設計咧，同埋周生嘅設計裏邊咧都好多特技嘅。咁我哋好多時拍唔單止係拍咗個主要畫面，咁有啲係 element 咧，咁再加啲特技咧，我相信出嚟係相當之精彩。因为好像他已经那么尽量那么好，还有那么中外都那么有名的一个动作的导演，但是他还是很，你感觉他还是不断的去学一些新的东西，去想一些新的东西。呢套戏嘅新鲜就系同我以往拍嘅戏咧就系唔同，就系佢有一啲特技啦，就是、配合嗰啲动作啦。我以往拍嗰啲都好少有呢啲特技嘅。以前咧，即係少咗個電腦嘅幫助咧，每一個動作咧必須即係準確到不得了，嗰個危險性好大嘅以前，因為完全係真係打落去嘅。咁而家因為科技發達咗啦，咁啊電腦配合咧，我哋唔使用咁多體力，同埋危險程度低咗，但出嚟拍嘅效果咧逼真咗好多。可以做到好多係你做唔到嘅動作，咁因為電腦一配合咗你，你可以做到即係你諗都諗唔到嘅動作可以做到出嚟嘅。不過越離譜越好嘅，我覺得，即係唔離譜咧就冇新意噶啦，真係。即係你如果下照實證咁諗咧，可能未必有咁新意啊。如果有時天馬行空有天馬行空好處嘅。